云豹追到只差两分的落后，哇！这球发生失误是战神要飞喽，哇！直接把林炳胜当成海豹配角，大板得分。另外这个球快攻之后直接的禁区，哇哦，在免子，哎呀，想要传进里面，结果被特威抄走。特威过人对抗之后出手，这已经来了哦，但是没有注意到。下身哇，被定板直接盖下来，哇，这一锅敲得非常的大力，转换的快攻，威廉斯，特威重新杀进来挑战，出手得分，克鲁马交给特威，篮下出手进，算 M1， 第一节只剩二十秒，这球传得比较危险，被抄走了。我其实还是想要利用 double cross screen 去打后手。强玉安回出来，特威外线出手，哇，有了克罗马往动之后往中间杀，特威来下摆脱了，特威又特维奇没有投进，这场少数打先发的机会，五特维奇还没得分，蓝特威杀进来了，过，哎呦。其实像克罗马现在这个突破是一个等于说靠近篮筐的高命中的攻击啊，只是没有进球而已。特威一对一，可以自己来打掉，转身自己来出手。对，因为如果你有金恩在的话，去做一个对位，其实两边的分数就互相抵消，剩下在分数赢这么多的情况下，如果对方等于说他已经是用全分数放弃比赛的时候，那。还有林信宽，这球直接掉给了擅长啊！对，今天上场时间算晚，我蛮讶异的。是，哇，特威这个防守挡住了海神篮下的进攻，特威切入突破上篮，有，这球可惜了。第二节剩下五十多秒钟的时间，特威。假动作之后再上去，云豹上半场禁区得分哦，是32-6的一个差距了。那也还是要往里面打。对，特威后仰跳投出手，耶！他也是扮演阵中的最佳主力。对啊，他在大三那一年，一场球得传染病一样，全队都不在状况内了。哇，这一球又被抄走，特威再打两分打击，不中。再给他，这时候特威航空起飞，受伤了，对，下落很危险，哇，特威直接超级了，给到克罗马 ，show time， 双手破篮，提到阿三哥的标准还要更高，没错，小高给到特威，特威踩了一个脚步之后高抛，朱一中，特威中路切入上篮得手。特威目前在 T1 还没有投进三分球，两分球他到全凯没有打进，球不打出来还是在云豹手上，特威中距跳投得分，第一哦，把这个胜场数一个一个拿下来，他们是还有机会抢这个前三名的季后赛门。对，那今天中信也是球胜率也是很高哦，才持续把武汉放在场上啊。特威拿球之后出手球进，白大外线没进。Long rebound 出来，简伟如拿到，但是特威抄走球，特威踩了一个欧洲步上篮，有，但在台钢猎鹰这边啊，真的命中率是比较高啊。哇，小高给到了特威，全员的球员哦，一定要特别注意。反倒在第一节，哇，再一个杀球般的快攻，刘元凯再给跟进的，哇，起飞了特威，他们必须要减少他们那个失误。特威篮底下漏掉杰卡，不知道是策略性还是说故意放掉，这也蛮有趣，因为杰卡本身是个进攻篮板，再给李奇伟，特威再抢进攻篮板，哇，好高举高投，今天对台钢来讲也是很重要啊，他攻下了21分，特威带过来，哇 ，Sunday that's going to be their final regular season game， there is Williams in this first， couldn't call that。And here's Gao Jingwei to Williams.
他是刚复出第二场而已啦，还在调感觉。特威切进来欧洲步。A turnaround one footer here. Oh, nice pass. Pass to Williams. That's a little bit mouthy towards Cousins. As Cousins finds